就是我想喝，你就把这个递给他，要给他嘛。然后他轻轻的把它喝。对，我忘了，对，我这边哈，可以让他们鼻尖碰一下。哦，鼻尖碰，我们鼻尖碰一下。对，鼻尖碰一下。什么？就是我先靠近他。我先靠近他的鼻尖。对，靠近他，慢慢的靠近他，然后你可以鼻尖，你用鼻尖去碰，不是接吻，而是用鼻尖去碰他鼻尖。二一，开始。是吗？那正好我可以一个人享受客厅。才不信。我今天过来不是以程瑶老板，是以程瑶男朋友的事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他喜欢身高超过1.8米的人。1.8米的男孩，看你比我矮。还有，他喜欢工作业务能力过关学生。他喜欢的优秀是那种行业内科技。单买了，对，这么大老板了，这个饭还我是您可以说，因为最后的尊严，你知道吗？这盘有个一碗辣的，一碗哪个？不能吃辣吗？来准备。来第二。不是，等会儿我来。给。没事，没关系。你先弄我，然后。他只能打在肌肉。不能打到骨头，那就打关节还有吧？打关节上没有，就是不会伤，但是会没有用，就没用。就是筋膜枪不是所有人都能用。放松课很贵，睡觉还贵。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？谁第一个找到钱王，奖金一万。谁玩？开始了，结束了。打平。也完了。在掐啥？在掐。
哎。